好，我是吴念轩，我是 Rima 瑞玛西丹，欢迎收看 My Video 的大明星看什么。我来推荐我今年看的五部电影，觉得很好看的。第一个是《Camino Skies》，它是圣雅各的天空，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纪录片，我非常喜欢。哦，你没看？那我被推荐了。哦，因为它真的很好看，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感触很深，里面就是在说每一个人的过去，然后每个人都有很难过的关，然后都在寻找希望。他们每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内心的悲伤和各个复杂情绪涌出来，然后我就哭了好多好几次。我之前就是要，我其实是今年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其实要一起去跟家人去走 Camino Skies， Camino， 对。可是对，然后再就是婚姻故事，我也很喜欢 Marriage Story，因为我觉得哇，演得超好的。你有看吗？我有看那个吵架，尤其中间那个吵架那片段。对，那个听说是不是 say 出来的，就真的吵到那样，是符合在角的当下，他们都已经吃进去了。所以我觉得那超棒，那部很棒。然后 Knives Out 我也觉得不错，峰回路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啦。哦、oh, ，还有一部，它是2000年的时候的片子，叫 Dancer in the Dark， 它是中文是在黑暗中漫舞。我在大荧幕上看，然后我这辈子看过最 depressing 的电影就是那一部，看完就是我中午看的，然后到隔天早上我都心情不好。你最后一直被影响着。对，那个他在讲什么？他是一个。那个冰岛的一个演员叫 Björk， 然后他就是有里面有唱歌，然后我不行跟你讲什么啊，这样破梗。自己去买 video 看。可是真的哇，这部真的很重要，很需要看。还有一个哦，1917我也非常喜欢，就是所谓一镜到底的那部片。当然有中间有可能剪个两三个啦，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战争片，然后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尤其是在大荧幕上。当然有，出来的时候有看。买 video 又有了， nice. 我等下讲一部买 video 没有的。铁达你好。电影哦、喔，我就没有像他那么有深度哎、欸，我可能就近期把一些周星驰以前的《西游记》啊，或是看一下那《月光宝盒》，你有看过吗？月光宝盒吗？嗯。I don't know。里面我可能要看了才知道。里面有一段台词是，好，我等一下想一下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放在我面前，我却不好好的珍惜，直到失去之后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帝给我再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如果非得给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决定是10000年。哇哦！隔了10年再看，然后他很多东西都是以喜剧的方式去展现，但是喜剧的背后其实是更多的批判还有现实。Maybe 再隔一段时间也会再看一次。诺兰的电影有可以看啊，或是就蝙蝠侠那些看一下。去年有拍一个片，然后有在 My Video 上，违反下跪的跳投，它是一个篮球的故事，在里面得了一个罕见的疾病， oh. 但是我还是不放弃我喜欢打篮球这个梦想。对，我会去看，我还没看 ，Sorry。好看吗？好看，那你去看。你说叫什么？违反下跪的跳投。OK，The、okay. Queen's Gambit， 那个中文叫后羿弃兵，对， oh. 它是下棋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它的画面拍得非常的美，然后女主角也非常的棒。我觉得那部是可以去看，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最近在看的《Criminal UK》，我觉得 UK 版本的比较好看，是《刑案侦讯室》英国版，然后里面就是哇，演员都是坐在同一个房间，可是那个演技 ，Oh my gosh， 就是我觉得要加强演技可以多去看那个。好，我看一下《Criminal UK》，蛮好看的。接下来一部就是《The End of the Fucking World》，去他的世界末日。我很喜欢这一部，是因为他两个，一个男一个女小朋友，然后他们演，然后我。在那个女生的身上看到我自己，就是非常的叛逆，然后非常的固执，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演得非常的好。他只有2季，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再来就是 F1， 因为我很喜欢赛车，所以我看 F1 的影集，然后平常有在。所以 F1 昨天刚好是 F1 最后一季最后一个 race。因为我最近前一阵子刚拍完的戏，然后那部戏的女主角，她前一阵子有拍的戏在播出，叫《风犬少年的天空》，就看。一开始只是因为支持她去看，但是没想到他们展现出来的一些学生的热情，还有他们的一些文化，就让我觉得很羡慕他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样子。我看《沉默的真相》，它就是一个比较……我的测速照相，好可怕哦！我在讲说是一个悬疑的，很久没动。对，好险不是刚刚跑出来。动漫的话，我就看很多《火影》《海贼王》《猎人》或者《钢之炼金术师》。《鬼灭》其实我3月就有看，就是我觉得动漫看的特点是在于他们会实现很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达到的热情还有梦想，然后我们看了的时候会安慰，也帮我们
讲了很多的话，而且我们同时感受到他的东西，就可以一直好像很有平静看完，就觉得哦，自己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很多人。那你人生第一名的动漫？上面吧。我想要尝试歌舞剧，然后就是边唱边跳，我觉得蛮酷的，像 La La Land 啊，然后对。City of Stars。Anyways， 然后还有那个比较阴暗一点的角色，因为我没有尝试过，就可能吸毒犯或是小丑。呀哦，小丑那个 level 很高，希望有一天可以诠释到。把所有角色都演一下。贪心。我就一样很贪心，像一个梦想家，就他里面想做什么就会去做，然后我想做的东西，剧组都会帮我完成。就像之前成龙演的嘛，就是《环游世界八十天》。哦呀，成龙，成龙。对对，他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看的一部片，但是他在环游世界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我觉得蛮酷的。我觉得类似演这样子的也不错。Hello， 大家好，我是 Rima， 瑞玛西丹。大家好，我是吴念轩，《不是公寓》12月20日在 My Video 播出，一定要来看哦。先准备一片口罩，再打开灵魂之窗，保持社交距离。在故宫，带你穿越时空。先买好一张门票，冷气强，记得穿上外套，保持社交距离。怎么可能啊？让我们在故宫带你穿越时空。故事公寓即将公开。